般市面上的手推车是没有刹车的，所以当我们到达斜坡时，会有很强劲的下坡力道。这时我们需要一位人员来帮我们辅助着它。这时我们制作出了一个富有刹车的手推车。右手边的这个我们的定压是机动式刹车，属于急压急刹。左手边的这个我们的定压减速刹车，依照我们搬动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刹车力道。我们需要回搬才能解除它的刹车效果。当我们在使用定压式刹车时，我们可以使用机动性刹车来辅助它，以达到我们更强大的刹车力道。以下这个呢，为我们的刹车结构图。我们按下机动性刹车时，刹车线带动我们刹车机构，达到我们所需的刹车效果。定压减速刹车下扳时，带动我们的刹车线，达到我们所需的刹车机构。以上为我们。